Hello， 大家，我是古创。今天呢，这个 Vlog 直接开场就是在台中展览馆里面。今天来打的是2024赛季的第一场台湾 RL， 是台中 Regional League 台中区域赛。在开赛前，各种谣言以讹传讹，也不算谣言啊，就是有些规则的改变，跟以往我们习惯上的不同，包含的是以前是四败 drop 制，现在是改成三败 drop 制。以前都是用千条回报成绩，这次呢，则是使用线上跟纸本同时进行。进场的时候也要采报道制，打开你的报道页面，换到你的手环，并没有代打的嫌疑吧？我猜他是说要记得携带台湾的证件，可是，在报道的时候并没有检查证件就是了。一进场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扫描 QR code， 马上得到你第一轮的桌次，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坐在你第一轮准备开赛的座位上稍作休息。接着呢，他的每一张桌子上都会有大师组联赛注意事项记载用纸。噔噔，这个记载用纸大家应该如果有来都会看到，简单来说它就是在教你如何缴交结果记录用纸以及完成线上登录。在你缴交用纸以及线上登录之前，你都不要离开你的座位哦。这一次的赛季比较特别的是，再也没有迟到五分钟还可以入座这件事情，只要主审一宣布这一轮开始的瞬间你没有坐在座位上，你就是 no show， 那你那一轮就会判败。那如果你要继续打比赛的话，你就要去主审台去登记说你要继续打比赛。如果你没有回报 drop 或继续打比赛的话，你的一整天的赛事成绩都不予记录哦，你会直接从这个名单上除名掉，这样子连个分数都没有。好了，那因为开赛以后不能使用电子产品，难得有机会可以提早知道自己座位坐在哪里，所以我们就可以提早把我们的桌面给布阵布起来啦。今天带到的幸运物小伙伴是我们的勾魂眼。Hello， 勾魂眼跟大家打招呼。他可以直接坐在这个排除盒子上，不觉得看起来超可爱的吗？然后我们的伤害指示物的盒子，然后这个桌垫就是探员系列、侦探系列的耿鬼桌垫，然后就一整套的套装装备啦，连卡套都是呢，我们的耿鬼卡套。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打的牌组是什么。今天打的牌组就是放逐啦，花疗环环放逐系统搭配鬼龙奇纳蒂娜 V。特别的是，这次的工作人员除了我们以往熟悉的那种斑马条纹的裁判装的人以外，多了很多蓝色背心，上面写的 Pokemon Company 的工作人员，跟以前呢杰斯登还有明卡的工作人员的制服又不太一样。那这次的赛制呢也改得很奇怪，好像这个比赛就是卡牌专属的一样，包含电玩比赛呢都被视为一个附属比赛，没有积分，没有冠军点数，也没有晋级条件，直接变成一个同乐会的感觉。而且赛制规则竟然不是线上最新的规则一，而是规则 D。那我现在也没有在玩 video game 啦，所以就不太清楚。这个感觉就是好像日本人办这个宝可梦活动，就是弄得很像宝可梦祭典一样，他把它弄得比较像同乐会。那目前最大宗的卡牌竞技呢，就是还是有竞技的成分，但据说是直接没有直播桌，所以也许你看到 vlog 的当下，你也不知道当天赛场上发生了多么厉害的操作啊等等的，基本上只会有成绩而已，比较可惜的一点啊。好，那我们就来等待等一下开赛吧，待会见喽，拜拜。哎，还没决定先后怎样？先后的，我反面，你反面，我到我这边。你要先后吗？好 ，OK。对面没有人的，也可以当这些解放后人员吗？等等，等等，比赛正式开始后，如果对面真的还是没有人的话，那就请举手，好，拜拜。开始了，请东西。好。天，听说你 Rick One 了。听说你 Rick One 了。啊，我993。你993了。啊，好惨的，我有 Rank One 哎，这是历史记忆耶，倒数第一名，这辈子没什么机会。倒数第二名。倒数993，倒数993。喷火龙本人。哎、欸，你后面有翅膀哎，翅膀会动哎，还有尾巴。好色哦。 Hello 大家，我是古创。这一次的 Vlog 呢一直到了这个古创倒地了才开始记录啊。那稍微讲一下今天的战报好了，我们来分析一下哦。首先我们今天打的是放逐鬼龙，目前是在差不多第八轮的时间点啊。那古创现在是打到四胜三败，这个赛季开始的话三败就会 auto drop， 所以就没了。好的，首先是三连胜的部分，哇，前面三连胜超顺，
第一场是对到桑奈朵，然后我后攻，对方很卡，然后使用苍翔用了剑之咆哮，还用了两回合，他很卡，我就轻轻松松赢下来了。第二轮遇到的是这个一级弱，我看到一级能量跟洛奇亚的时候，想说哦，那就是一级弱牌组，结果他下了耿鬼 V， 哇，原来是一个耿鬼爱好者，他全身上下都是耿鬼的配件、衣服、卡套、桌垫什么，全部都是耿鬼的，还打耿鬼的牌组，真的是非常有爱。很可惜的是，对方也很卡，他最后只拉出了一只大鸟，然后能量填的速度太慢。然后第三轮遇到的是放逐鬼龙，因为我先攻，所以我优先放逐到10张，对方没有下马拉培，没有下吉拉奇，所以我就拿下来了，算是有点危险，但是还拿下来，这边就拿到了3连胜。接下来第四轮开始输了，好，遇到的是派发喷，就是俗称的巴西喷，对方很卡，但是我更卡，大家这一次空过换你，空过换你，然后对方先做出来了，所以他赢了。第五轮遇到的是连千熊，哇塞，真的是不带吉拉奇，牌组不带吉拉奇就遭到天谴的，遇到了瑜伽闭环可以点死你，重点是我还成功的让他做出了2次的瑜伽闭环，瑜伽闭环不能连续2个回合发动，但是呢他还是做出了2次，真的是有够难打的这个天敌啊。第六轮遇到的是芒果豹，其实就是骆驼母豹啦，就是阿元豹，很多称呼啦。这边的话我是后攻，前几个回合我用勾文眼的抓，第一招抓哦，在没有放逐时不能用放逐矿山的状况下，第一招抓，抓了他3下，嘿嘿嘿，就这只勾魂眼抓了他3下，抓抓抓抓抓，他还动不起来，真的是太好了。最后我赢下那场对局以后呢，对手就跟我说，因为他的奖励卡卡了3张猪背跟3张水能，没有猪背可以转动，没有水能可以去填。好了，接下来就是我的最后一回合，是第7轮。第七轮我是先攻，那对方是派发喷，就是巴西喷。这边的话，对方一开始很卡。可是呢，因为我可能太急了，我就一直放逐一直放逐，我想要用鬼龙去收头他，想要用勾魂眼去收他的小怪，结果呢他看到我勾魂眼差不多要做好了，他就下了吉拉奇，下了马拉飞，那我的资源因为在前期放逐的太快了，导致于我没办法做出第二只鬼龙，他就把我鬼龙收一收，我就没有什么打手可以打他了，就这样输掉了，得到3败，最终成绩是4胜3败。那最终排名是多少呢？听说今天有3000多人开赛啦，最终成绩是多少？我会再发在推特的动态里面，你们再自己去看哦。来讲一下今天拿到的奖励品们哈，今天拿到的奖励品，第一个是只要有参赛就可以拿到这个摩托西，上面有这个叫什么啊 ？IL logo 的摩托西 ，Regional League 台湾，这个上面是有标台湾的 logo 的。接下来是你成功拿到3胜的话，你可以得到胜场奖励，拿到的是闪电鸟1X，它的 logo 的话就不是台湾 Regional， 它都是 Asia Champion。就是有点冠军点数的感觉，但就是秀 Asia 这样子。这边还有一张一样是秀 Asia Championship 的，是庆祝开场乐，这个是珠子世代以后新的庆祝开场乐，卡图不太一样，之前呢这个桑奈朵很需要的一张物品卡。好了，来拍组介绍时间，最后应该还是会放卡表在推特上面，我放了33的鬼龙，放逐鬼龙正常配置嘛，然后选花4张勾魂眼2，很多人说要拔到剩1，但是我就偏爱勾魂眼嘛，毕竟我都带了勾魂眼娃娃了，对不对？古月鸟一的确是有机会后攻，第一回合需要古月鸟攻击的时候，结果他卡在奖励卡里叫不出来。今天有一场就是古月鸟跟隔壁的这个冷蛙，在我后攻可以做到的时候，但是他却都卡在奖励卡里。马拉飞这边放2是因为我吉拉奇不放，所以我就把吉拉奇空间拿来放马拉飞，因为我超怕帕路西亚后攻直接双穿我的这个花疗环环，被先拿2奖。草血球2是因为正常的话会是3居多啦，但是因为呢我为了放3张钓竿，我会才比较舍得可以丢弃资源或者是让能量下去用冷蛙丢掉，所以我的钓竿放3，然后就舍弃了一个巢穴球的空间。幻想门4，然后 VIP 4，这个就是放逐构筑一定会有的东西。交替推车3通常也4，然后呢离动城现在也都大部分是2，所以总共会5个换位，但是我多放一张宝可梦交替。宝可梦交替的话可以让进化的鬼龙可以去做换位，因为交替推车只能去换这个基础宝可梦而已。雪道2是因为我也是把雪道空间拿去放了一张奇巴纳，奇巴纳在很多时候对手想说哎，你应该还要拼个能量，还要拼个进化，你可能做不出来，但是你只要用奇巴纳就可以把七百区的基本能量填回来，再帮鬼龙进化，就可以直接做出一个放逐冲击或星星安魂区。 OK， 阿克罗马是4张，老大是3张，现在大部分的构筑都是老大3张，多抓吉拉奇出来直接打死，避免说后期的话吉拉奇挡在那边，你的勾魂也等于白痴，也可以抓马纳飞等等的，所以你可能放逐一张老大，你还有2张老大可以使用的扩大。奇术跟杜鹃是在内战的时候很好用，就是在后期的时候，你只要有奇术或杜鹃，基本上你就会扰乱对方的手牌，造成对方没办法反打的机会。超能量4，草能量3，
水能量三，我曾经把草能量放四张，但是后来改回四三三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水能量很容易不小心被放逐掉，所以就是放个三张，可以稳一点的做到月光手里剑这件事情，三张喷射能量去帮放逐系统多了更多换位的可能性，这样子，这就是我的牌组构成啊，给大家参考。虽然只是一个四三的成绩，没有很好啦。好的，时钟又回来了。各赛区有各自的时钟，有时钟在会场的周边，就是特别令人安心啊。现在远方这些还在比的，就是代表说他们都还没三败，但是因为三败就被淘汰了，所以现在剩超少的。整个会场看起来超级冷清，空荡荡的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呢，会场的后面就变成了比克提尼线开赛，在这边，大概这个位置。他们正在打比克提尼线开赛，中间这边是裁判桌。裁判桌这次比较特别的是，他们这次多了很多蓝色背心的人。蓝色背心的人好像就是 The Pokemon Company 招来的员工、工读生吗？应该也有接受过员工前训练。这次好像是由日本人接手直接举办的这一次的宝可梦卡牌大赛。在第一轮开始前的广播呢，他还甚至一直广播：“欢迎来到第一届。”有没有听错？第一届宝可梦大赛。所以我们以前打了两年的宝可梦大赛都是假的，就对了。问号。这个裁判桌里面也有很多日本人，就是有很多日本官方自己的人来。来到了舞台的左前方，这边是VG 组的比赛， VG 组的比赛这次也非常可怜的被贬为了官方周围赛事，叫同乐会的感觉。明明现在线上的天梯已经是规则一了，但他们却打的是规则低，而且他们这次来打这个真的是身体健康的，连冠军积分都没有啊。那我不太确定为什么他们还是准备了直播桌在这边。但是这一次的大赛很奇怪，完全没有要直播的意思。七一，现在七一，那你是不是不应该入境？对，好，我赶快上，我赶快上。我希望晚一点看到你的名字在那个官方公告上面之类的。三场不能输。对啊，加油加油。好了，那接着就是等我们的饭咖看什么时候打完或者倒地，希望他是打完啊。等饭咖倒啊完以后，我们要去台中的市区吃饭，然后古川要搭晚上九点的高铁离开。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的这个台中 RL 的 Vlog 了，希望大家喜欢哦。我们下次见了，在离开前不要忘记订阅古创频道，支持古创创作更多有关宝可梦卡牌或者是生活实际的部分。我们下次见了，拜拜。